当红一指标第一名韩庚，得票率53.4%，得票数16177票。候选理由：专辑、演唱会双管齐下，个人事业不间歇。继七月在北京开唱后，韩庚再次转战上海，在可以容纳万人的上海大舞台举办演唱会，而这也是韩庚第一次在上海开唱。这次很开心，我是来到上海开我的个人演唱会，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此次上海演唱会的舞台效果以及曲目均和北京站无太大差别。如果你之前错过了韩庚北京演唱会，那么上海这场想必能够弥补你的遗憾吧。韩庚刚结束了演唱会，又来到北京做新专辑签售。这刚一出场，粉丝就雀跃不已，其中还不乏有妈妈粉的支持。巡演专辑同时进行，如此密集曝光的韩庚，难怪能够来到我们当红一指标的第一名了。刚从上海回来，北京728，上海的181，然后915沈阳，我还要去。